因为其实今年真的是不一样的一年，因为今年是 AI 生成式 AI 从无到有的一年，所以你只要挂到 AI 有扯到别的，他们都可以被本益比调升。那麦达特可能大家比较陌生一点的，因为他其实去年之前叫巨硕，然后他后来改名叫麦达特，不管他叫什么名字，因为他其实是做软体的代理商，那他有取得包含像 AWS， 甚至像是 Google， 甚至像是微软的这个平台的代理。那另外的话呢，他今年正式转型到比较偏向于所谓的服务商，所以他可以帮你做一些云端啊，然后就是一些云端的服务跟一些比较偏向于服务类型的软体厂商。那另外的话呢，因为其实他很特别的是，因为他有隐藏版的碳权概念。那为什么叫碳权概念的原因，是因为它有我刚刚说到它有代理微软那一块嘛？那微软它有一个叫做是永续价值的数据平台 ESG 那一块，所以那一块有含碳权。所以其实麦达特很特别，它既有 AI 的软体的概念，它又有所谓的碳权的隐藏版的概念。那这档个股的话，今天刚好创下波段新高。那如果方便的话，帮我切一下投信的那个持股买卖，会发现说，好像也有那种投信默默进场再去做买进的影子。所以这档个股的话，在AI 时代，所以你可能去做留意它。那操作方式的话，就是拉回手稳去做承接，比较适合一点点。好，又是另外一档隐藏的 AI 概念股，好不好？之前比较没有量，现在比较有量了，好不好？是你说这边有那个投信在买，投信在买了，说还 OK， 然后至少投信有那认证的股票，虽然之前量比较少，可是投信有在认证的股票。大局大利多，好不好？这个很重要啊！开生意我都亲自降临了，是不是？玉凯老师唱歌，然后歌神神，刘星宇买这套交易之前要看。考虑仔细，疯狂故事福利社提前告诉你。最重要，杀最低，谁又改掉这坏毛病？疯狂故事福利社，你的财富 free。OK， 想要更好的生活，该如何财富自由？谁能快点告诉我？原地踏步又让机会错过，怎么打呼？感觉好像盯着我，最高杀低的经验真的痛。培养纪律，掌握趋势 ，My don't。春夏秋冬都有浪费在你左右，买就喷，买就跳，交易之前要考虑仔细。疯狂故事福利社提前告诉你，最最高，杀最低，谁又改掉这坏毛病？疯狂故事福利社，买财富 free free free。谢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，让你的财富 free free free。